叔叔，我已经把你联系好的艺考培训，说完呢，我们收拾收拾去见老师去。哇，宁叔叔，您这速度也太快了！可您天下父母心呐。嗯，我不去艺考，在这边做音乐挺好的。 我说你到底怎么回事？啊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咸菜好好吃啊，林哥，你得吃啊！咸菜配粥简直就是一绝啊！前两天俏俏跟我探讨一件事情哦，你看我们现在小卖部被拆掉了，你说我们做什么生意比较好呢？ 林子路，你别送货了，去学音乐吧。怎么突然说这个？因为我知道你收集声音的辛苦和制作音乐的用心，虽然我不是专业的，也说不来什么好和不好，但我听你的音乐，真的觉得很好听，很治愈。你好好想想。 林子路，林子路，小心！你见林总吗？走了，一大早两个人急匆匆就走掉了，我也走了。走了，林子路同学从我家搬走了。林子路同学从我家搬走了。 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回事啊？我给你打电话，你还关机，你去哪儿了？我一大早跟我爸扫墓去了，手机没电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那你咋走不走啊？我能去哪儿啊？咱们俏姐姐的眼泪是被我流的。都是你害的。
苏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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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，苏俏，你别难过了，苏俏，我不走了，你别难过了。不走了？啊，林子洛，你那么喜欢音乐，为什么不跟叔叔回去？在这一样可以自学啊，我干嘛非要回去？骗人！连我都知道音乐要跟专业的老师学，你不说实话是不是？苏俏，苏俏。是不是因为我才不走的？其实，我希望你能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那你呢？我们要分开吗？才不分开呢！我都想好了，我也要去大城市念书。本科我估计是够不上，大专还是可以的。你也别自作多情啊！才不是为了你，我呢是个生意人，但是我现在只有开小卖铺的经验，城里那些大超市是怎么经营的我也想知道，所以我要去城里学习，顺便和你一起。你真这么想？当然了，你可得好好学音乐，别以后配不上我了。我肯定好好学。那你要去大城市念书算是对我的承诺吗？拉钩为证，跟你学的。怎么了？那你什么时候从我家搬走啊？